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圣诞节快乐。今天是基督降临期的第五个主日，让我们点亮第五根蜡烛，庆祝基督的降生。感谢主，那今天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有。我们感谢神在这一年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也期待着在新的一年神能更加的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灵命更加的复兴，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兴旺。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敬拜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2000多年以前能够降世为人，钉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将我们拣选，使我们蒙受这莫大的福气。我们也是把新的一年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命更加的复兴，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兴旺。主啊，我们也是把今天的敬拜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的祝福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你的儿女，让他们都能够空空的来到，丰丰富富的回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把这一切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里。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阿们。好，感谢主。那下面呢是我们的诗歌敬拜时间，我邀请你，如果你方便的话，就站起来和我们的诗班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一位伟大的神。有请宋恩堂诗班。平安。在英文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描述圣诞节的， Jesus is a reason for Christmas， 就是说耶稣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一个理由。我们不但仅仅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纪念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更要时时思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及救恩。今天早上就让我邀请大家一起来高声颂扬，并将所有的尊贵荣耀归于真神。是人生之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用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救主流宝血和灯全被救恩，真神应许赐给凡信他的人，罪人终至罪悔，若真心相信，一心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赞美主，赞美主，
声，赞美主，赞美主，万女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女快乐欢喜，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父神岂是真理，他成就大事，接生子耶稣我们关心无比，将来见主面我们必更惊讶，何等奇妙，改变更纯洁无瑕，一起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你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的事，让我们再一次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你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是的，哈利路亚，愿荣耀归主，因为我们的主已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在这今天202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就让我邀请你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上有一段短暂安静的时间，我们可以回想到在2021年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这差不多20秒之后，我会用一个简短的祷告来开始我们下一首诗歌的敬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静默在神面前。主啊，谢谢你，因你用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现在更要在这里向你来呼求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不害怕，能够继续勇敢地向2022年来往前行。谢谢主。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
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谢谢松恩堂敬拜团队所带领的诗歌，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本月的金句。金句乃是在罗马书的11章36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今天也很高兴再次请到在洛杉矶的田森杰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凭你义行，经文乃是出自于希伯来书的10章5到10节，让我们现在就预备心来聆听神借着田牧师所释放的信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田森杰牧师，欢迎您来到我们云端的主日崇拜。在这里呢，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平安蒙福。好，下面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安静的聆听主的话语。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
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好，今天呢，我要讲的题目呢是凭你义行。首先呢，我们呢来看一个问题，就是圣诞礼物的问题啊。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喜欢呢收到圣诞礼物啊。我们当然啊也呢努力的去啊寻找一些好的礼物呢啊，我们预备这些礼物呢来送给我们啊所喜爱的亲朋好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呢，就是圣诞礼物的意义是什么呢？啊，到底应该预备怎么样的礼物呢？啊，这往往呢送礼呢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啊哈啊。那我们说这个礼轻啊，情意浓啊，这个礼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啊是表达这个情意，所以呢这个礼物呢是传达送礼者的心意。显示呢受礼者的惊喜快乐啊，这个礼物啊要表达我们送礼的人一份心意啊，所以呢啊礼不一定是很贵重的，但是表达我们的啊情意。那么收礼物的人呢啊看到礼物呢就很快乐啊，很惊喜了啊，这个是我们呢一般来讲呢到了圣诞节送礼和收礼的情况。那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了，哪一个年龄的人最喜欢收到圣诞礼物呢？啊，当然了，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啊，就是啊儿童啊小朋友呢是最喜欢呢收到圣诞礼物的啊，相对于成年人啊甚至老年人，儿童呢是最喜欢收到圣诞礼物。那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什么礼物是天下儿童们所收到的最大的礼物呢？啊，小朋友都希望收到好大的礼物啊，好贵重的礼物啊，好漂亮，好喜欢的玩具啊，一些礼物。那我们要问，什么是最大的礼物啊？原来我们的身体就是父母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和遗产呢。我们看《孝经》怎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是《孝经》里面讲的啊，孝的开始就是。我们不要毁坏了父母给我们的发肤啊身体啊，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好好的把真道真理行出来，扬名于后世，这样子呢就显父母，以显父母，这就是孝之终也啊。你看我们中国人讲孝道，讲到孝经就提到了我们的身体啊发肤啊是从父母而来的，是父母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和遗产啊。你看看啊，这个母腹当中啊啊，看看这在母腹当中的这婴孩啊啊，多么奇妙啊啊！这是父母的遗传基因结合在一起，把父母的精华最好的遗传给我们了啊。所以呢，这个胎儿在母腹中成长长大啊，到生产之痛啊，然后来到这世界，那这一切还有父母的养育之恩呐。这一切的都是父母给我们最大的礼物。那么儿女的生命呢，则是上帝赐给天下父母最大的礼物啊。我们看到呢，这个人呢要出生呢是不容易的啊，这一个婴孩诞生下来，这个是需要父母的基因配对啊。有许多的父母呢啊想要生孩子，花好多的钱都不一定能够有孩子啊。啊，我们看这基因呢，哇，它就像织毛衣一样的啊，非常的独特啊，非常的准确啊啊。那么基因的配对不单单是有结合啊啊，多余出来的还要裁剪啊，就好像织毛衣，好像呢啊裁剪裁缝一样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啊，你看发现了这个基因的配对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奇妙。那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设计，上帝的智慧啊，真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啊，这是神赐给天下父母最大的礼物。我们个人在世上的生命呢，就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了啊。你看看我们这人啊，能够呼吸，
心脏还可以跳动啊，哇，这真是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配合非常的准确，天衣无缝啊，整个宇宙的创造都是为了我们人的生命，所以个人的生命在这世界上能够活下来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了啊。那么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呢，还包括我们的身体，还有呢我们的灵魂啊，有物质的身体包括我们器官啊，还有呢看不见的隐藏的灵魂。但是很可惜呢，有很多人糟蹋了神所赐的礼物啊，好像这个人啊，他就是去打那个炸弹，是吧？那当然是会把自己炸伤了。那么还有的人呢啊，吸毒了啊，那么他前院呢选择呢死亡啊，自杀。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呢有许多的人糟蹋神所赐的这个身体的礼物，糟蹋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么宝贵的礼物。身体呢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呢却是永恒的啊！不是说我糟蹋了，我死了一了百了，进到坟墓里了，因为你的灵魂被糟蹋以后还要往哪里去呢？身体糟蹋了毁坏了啊，那我们帮当作废物处理了回归大地，但是我们的灵魂如果糟蹋以后要到哪里去呢？神所赐的礼物被糟蹋之后呢，就会永远的被丢弃在火湖里面，就好像呢哇这个的垃圾处理厂或者垃圾处理厂哇，你看圣经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灼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所犯的这一切的罪在灵魂里面受了糟蹋以后，灵魂的污秽呢就要送到这个废物处理厂去，在那里从此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呢将来我们的灵魂就要像这个废物处理厂一样丢到火湖里头，永远的受刑罚，从此不死的就是痛苦不会停止，火是不灭的，一直在烧一直在烧，这罪要全部丢到那一个废物的处理的站，就是在一个大的火屋里面把它啊消灭掉，但是因为灵魂是永恒的，所以永远也消灭不了，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所有的犯罪的人邪恶的人都会聚在那里，然后呢大家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残杀，但是也死不了啊，这是叫永恒的，永远的恼怒，永远的凶杀啊。那这就是地狱的火湖，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永久的苦情呢？啊，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啊所要讲的很重要的信息了。为什么？因为呢，有的人以为我求神拜佛就可以得救了，可以得救吗？在旧约圣经里头，犹太人呢，他们认为我们献祭，把这牛羊宰了，流血，然后呢，把这祭献给上帝，希望呢我们可以得到赎罪，这样我们可以得救。但是呢赎罪的祭上帝也不要，因为圣经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原来上帝呢他并不要我们的祭物。所以呢烧香求神拜佛杀猪杀鸡杀牛杀羊，你献什么什么礼物上帝都不要，因为这一些都不能够挽回你的灵魂不受地狱的刑罚。世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到底哪一个宗教能够救我们的灵魂脱离神的审判，脱离那地狱的硫磺的火湖呢？这就是好消息了啊！现在圣诞节圣诞的佳音，圣经怎么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圣诞节的好消息圣诞佳音就是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圣经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的儿子的名分。原来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这世界上，就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脱离那将来的火湖的那一般的可怕的审判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诞生就是神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所以呢，耶稣呢，他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身中间，他原来是神的智慧，是神自己的能力智慧啊，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所说的话，他们看见耶稣了，就看见耶稣所发的荣光，知道耶稣呢就从天而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所以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原来呢，天父上帝为耶稣基督呢预备了身体，因此呢，我们就说了，耶稣的身体就是圣父，就是天父赐给圣子最大的礼物啊。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天父为他预备了身体，道成肉身，然后耶稣呢又把他自己的身体当作礼物呢赐给我们人类，赐给了你，赐给了我。从此呢，我们呢就可以将这个礼物呢拿来献给神了，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灵魂得赎，这就是神伟大的旨意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圣诞最伟大的最大的礼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耶稣他把他的身体舍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耶稣的身体呢献上给神，所以献牛献羊献鸽子献鸡呀、啊、献鸭呀 啊献猪更不行啊，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活祭，当作神所喜悦的祭献上呢，一次就够了，我们就可以得赎，我们就可以成圣。我们来看圣诞礼物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东方博士啊送了礼物给耶稣。那么东方博士所送的这个礼物呢，代表人对神的奉献啊，他们来找这新生王奉献礼物，也表明了耶稣基督将要如何照神的旨意，把自己当作最完美的祭物与礼物献给神。我们刚才说耶稣啊，他得到了天父给他的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身体，然后他就把这个身体呢啊又舍了赐给我们，但同时呢，他为了要把这个礼物预备好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拿来献给神，所以呢他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呢能够呢成为最完美的祭物和礼物，胜过一切的祭物，胜过一切的礼物，只要一次献上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必须照神的旨意行，才能够成为我们可以献给神最完美的礼物啊。所以看啊啊，这里呢啊一幅啊1621年的名画 Peter Paul Rubin 啊，他画的这个画呢，你看这个画的中间穿红色的衣服啊，这个东方的博士啊，这里呢有啊几位博士在这里送不同的礼物啊。那我们发现呢，耶稣啊，小耶稣在这里，玛利亚在这里发亮发光的啊，这里呢可以看到呢，就是三种不同的礼物非常重要，就是黄金、乳香和末药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了，耶稣啊，在这个希伯来书10:7呢提到耶稣说了话啊，就说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有预言了。那么耶稣要怎么样来行神的旨意呢？凭主的旨意而行呢？我们现在就从啊东方的博士所献的几个礼物呢，就会看到这礼物代表了很深很长远的意义。
这东方的博士所献的礼物可以说是圣诞最好的礼物，最完美的礼物，因为他们是代表人向神的敬拜，向神献上最完美的礼物。而这礼物呢，已经看到了神的旨意，也就看到了耶稣将要如何执行完成神完美的旨意。让我们看啊，他们献了什么礼物呢？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纳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那是三样东西，黄金、乳香和末药。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三样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啊。这礼物不简单啊，第一个礼物就是黄金了。这黄金代表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诞生以后，他要执行神的旨意，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他的言语像君王，他的行动像君王啊，他一举一动、言行举止都是一个君王，而且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把神的荣耀在地上大大的彰显了出来，这是黄金的意义。第二就是乳香了，乳香代表呢，基督是天国的祭司啊。好，我们看这乳香，这乳香呢代表了圣洁，他要彰显神的圣洁，是天国的祭司。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乳香呢，古代呢是拿来做香料的，很香很香的啊。那么妇女呢拿来啊做香膏的啊，所以是叫乳香啊。这乳香呢啊炼出来呢是白色的，所以很漂亮。那这个乳香就代表了圣洁，代表了耶稣基督馨香的气味，所以基督呢就是受膏的意思，受了这个啊馨香的乳香的膏沫是基督，所以发出神馨香的气味。那怎么样才能够发出神馨香的气味呢？圣洁，毫无瑕疵，没有犯罪，他凡是受过试探，跟你跟我一样都是人，都有肉身，但是唯独耶稣没有犯过罪，连一秒钟的罪都没有，一秒钟的罪思、罪行、罪的话语都没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大祭司，是我们大祭司，所以他能够体恤你跟我的软弱，因为他也有肉身，只是他没有犯罪，一点的罪都没有犯啊。所以耶稣他的身体肉身在这世上成为了我们的最伟大的祭司，所以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礼物，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把这个活祭献给上帝，是圣洁的。第三就是末药啊，我们来看啊。那其实呢，黄金、乳香、末药呢都是中药啊。那这个在中东来讲呢，这是非常贵重的药材。那么乳香和末药呢，他们呢啊都有这个啊止痛、消瘀、化瘀啊，可以呢消肿生肌啊。大家特别注意了，这个末药呢颜色黑黑的，而呢这个末药呢这个树呢是有荆棘的刺，有刺一样，好像荆棘一样。那在这个树皮上留下来的啊这个啊枝叶啊这个籽啊油脂啊，就可以提炼出来呢做末药。这个末药就代表了基督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他舍己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就彰显了神的爱。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身体也舍了，为我们受了钉伤流血，就是彰显了上帝的爱。所以到耶稣他死了以后，尼哥底母呢哇用大量的这个末药啊来膏抹耶稣啊来洁净耶稣的身体，这样呢啊预备呢耶稣安息日以后的复活啊，所以为耶稣复活来做准备，是用末药来膏抹耶稣。所以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有末药，到了要复活之前也有末药啊。所以这末药呢代表了基督的救主，他拯救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舍命，然后呢
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胜过了死亡，就彰显了上帝伟大的慈爱。这耶稣基督他在婴孩的时候受到东方博士的这个礼物，黄金、乳香、墨药都指引着他成长的过程里头要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要把神的荣耀借着君王的身份彰显出来，要把神的圣洁借着大祭司的身份彰显出来，要借着他的舍命舍己成为我们的救主，把上帝的慈爱大大的彰显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说的，他来了要照主的旨意行。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伟大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国度天国彰显出来，神的荣耀彰显了，神的旨意彰显了，神的慈爱彰显了，神的圣洁彰显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生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一次就献上了这完美的祭，不需要礼物，不需要祭物，只是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靠着得救了，我们的灵魂就得到永远的拯救，就能够脱离了上帝的刑罚，脱离上帝的可怕的审判。而且将来我们的身体还会得赎，上帝还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这就是圣诞的大美好的消息啊。耶稣基督因着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而成为神所赐给人类的代罪的羔羊，使我们可以借着他而得救。所以我们中国人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呢会贴一个吉祥的一个字样。那么这个祥呢，一个四字边，就是从神从天上来的启示。启示什么呢？启示了神给我们的羊，这从天上下来的羊才能为你带来吉祥。而这个羊呢必须呢牺牲舍己，所以这个羊的中间有个十字，代表呢这羊要被杀。所以耶稣就是这一位代罪的羔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了，所以流出血来。因此呢我们过年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红纸，不能用白纸，不能用黑纸，不能用蓝纸，一定要用红色的纸或者红色的布写上这重要的吉祥的字。这吉祥代表了从天上来的福，从天上来的祥，就是神的羔羊。所以神的羔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流血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救恩，使我们能够得到吉祥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信仰，也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福气，得到吉祥。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你必须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这位代罪的羔羊为你赎罪的救恩，你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才能够得到灵魂的拯救。好，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因着顺从神的旨意谦卑舍己降世为人，又顺从神的旨意舍命成为最完美的活祭。玛利亚呢就是耶稣的母亲，因为顺从神的旨意，愿意让神的灵借着他的身体感孕，使耶稣基督得以顺利的诞生。东方的博士们呢，因为顺从神的旨意，远从东方带着贵重的礼物长途跋涉来朝见耶稣基督，在历史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录啊！各位朋友，玛利亚、东方的博士都顺从神的旨意，耶稣基督也顺从了神的旨意，把这救恩带给了这世界。那么今天你又是否愿意顺从神的旨意，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天国的子民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又是否愿意顺从神的旨意去传扬福音，传扬天国的福音，完成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呢？好，如果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接受他的拯救，你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使你的灵魂得救，将来的身体还可以得赎，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请你啊跟我做下面决志的祷告，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这作为你跟神的一个祈祷。那么耶稣基督就成为圣诞最大的礼物，是上帝赐给你的，也就是你的救恩，上帝要拯救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曾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了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我现在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一切的罪都得到永远的赦免，让我的灵魂能够进入永生。我这样诚心诚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呢，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呢你做了以上的祷告，那我就恭喜你了，因为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得到灵魂的自由，得到灵魂的拯救，永生的保障。这就是上帝赐给你最大的圣诞礼物，也是你人生所得到的最大的福气啊！恭喜恭喜，愿上帝赐福给你。好，我们下面呢一同的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把每一位的信徒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学习如何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为主而活，使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彰显神的美意，使我们成为一个活祭，活在主的面前，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大使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愿上帝赐福给你。让我们用这首《凭你一心》来回应今天的讲道。这首《凭你一心》作为2021年崇拜的最后一首诗歌，因为我们乃是泥土，主你就是那窑匠，我们都是主你手里的工作。这个时候，让我们也对新的2022年能够立下一个心志，就是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思跟意念，顺服主。凭你一心
相遇言行，听主旨意，圣灵充满我，显明基督常居我心。谢谢颂恩堂敬拜团队所带来的回应诗歌。以下将问安与祝福的时间交给长青之家的陈同牧师。